小学二年级的小胖，比同学胖很多。妈妈非常担心他继续胖下去，只好求助医生。小朋友，你几年级啊？二年级。那体重多重啊？60公斤。小学二年级60公斤，这太重了，你应该多做运动。我不喜欢运动，太累了。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运动，一点也不费劲儿。是什么运动？你只要一直从左到右，再从右到左摆动你的头就可以了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一天要做几次啊？那就不一定了，您只要一看到食物就一直做这个动作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直到所有食物被吃光为止。